那破尾巴要来了。嗯，破尾巴。破尾巴。哇，那个猴子死了有一只。猴子上面两只。我现在在追。爸爸上面一只，然后。我现在在追。猴子上面一只。破尾巴这只。靠近阿豪是这只。阿豪是真的太远了。是前面这只破尾巴的。哦，没有啊，你是追猴子上面的这只，三只。哦，他连手也很破呢。好可怜啊。他这样还有办法飞哦？他就在天上飞给你看看，三只。他尾巴后面只剩几根了，可是有头就有点黑嘞。他连那个手。手只剩一只，有一只跟他那个交汇的，跟他交汇那只是谁啊？他这边有三只。我现在拍左边的，它右边有一只那个交汇，对，就交汇。它上面还有一只，对，交汇。我拍那只白的，对不对？我拍破尾巴的。破尾巴的，我找一下。哦，底下这只哦，尾巴就那个剩几根。你看它手？对啊，手这边看不清楚。它已经破成这样，应该没有人要欺负它。上面飞过一只，要打了、哦？没有，没有三只，两只夹缝中求生存。它一直被打、啊，哎，过来了，过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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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，进来，进来，进来。哦，我们这边飞过来，破尾巴了。哎，谁在叫啊？哇，好破，好破。哦，那那个剩一只哈、哦？对呀、啊，一根手指而已。太厉害了！哎呀，那个有一只燕子去打它，我没有看到。我的全身都那个伤痕。